没想到所有璃月人都变成了猫娘。你对昏迷前的那个神秘人还有印象吗？我还依稀记得那人戴着一个奇怪的面具。面具难道是为了隐藏身份？不好了，老爷子，有大事发生了。大事？你不是回蒙德调查病毒了吗？我回去后发现蒙德的病毒源头不知道是被谁摧毁了，而且奇怪的是我的变异好像终止了，没有继续变成猫。看来每个国家的病毒源头只会影响自己国家的人，但他是谁摧毁的？难道说有人在帮我们？我感觉这件事也许和那个戴面具的神秘人有所关联。的确有关联，那位被面具控制的神秘人其实是我的哥哥。草神纳西达干得不错嘛，居然这么快就找到了虚拟的猫娘病毒源头。你把赛诺他们怎么样了？他们想摧毁病毒源头，被我拿下了而已。放心，赛诺和另外三人都没死。那你来我这里是想做什么？复制吗？现在整个虚拟城可都是我的人质，想救他们就按我说的做。但你若利用我，就不怕我让你的计划付之一炬吗？啊！你在威胁我？我只是开个玩笑。不过你敢和我赌这个可能性吗？赌？有面子，真是太有面子了。纳西达，我们来赌命吧。